有劳。好。这阵法与之前设想的不完全相同，六楚也未被迫使，灵力本应消散于天地之间，不知为何又回流到眼位之处，好似有秘法能令其再生一般。再生？是弃偶？这些弃偶中有灵兽的元灵，而弃偶的重生应该也是与此有关。若不将这些弃偶压制，这法阵应是不能真正破解。既是与灵兽有关，我这就回明术门寻求破解之法。师父，卢龙府前方传书，卢龙军已经开始调度大量并进使。法阵怕是不日便要实行。慧潇，你去我书房中取些猛令，迅速告知给各门派，命他们立刻前往卢龙府备战。是，师父。月姑娘，成败在此一举，请你速回明术门寻求破解之法，一有消息就通知莫青。好。
爷爷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嗯，爷爷，我有些事想请教您。敖虚法阵中的关键眼位都被气偶所保护，而气偶体内拥有灵兽元灵，导致气偶能够再生，这法阵也随之再生，无法破阵。哦，事态紧急，神庭阵马上就要开启，我们需立即找到应对之法。孙女儿别急，此事不难解决。既然气偶的本体是仙兽真元，躯壳只算是他的护甲。那些真元是活的，制作者用某种术法将他们束缚于气偶之中，催动其源源不断为气偶提供灵力。唉，说来惭愧呀，这束缚之术与我明术门过去强行束缚仙灵兽的术法原理是相似的。所以用哈战前辈传授的解除之术就可以破除气偶与灵兽内丹的联系。嗯，应当如此，不过还是会有区别。哎，我再去看看古籍，将术法加以改造，确保万无一失。爷爷，我和你一起。嗨，不用，老头子我虽然灵力全失，好歹也沉浸御灵术数十年，你们跑来跑去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师姐，嗯，我想要和你解除共生之术。什么？我与春姿剑相伴而生，现春姿剑已寻回，不必依靠师姐共生而存。哦，这样的吗？嗯，共生之术多有不便，解除后不至于受到掣肘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嗯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师姐不必担心，我只是需要休息一下。师弟，阻止了敖虚之后，你就会回神界了吧？你毕竟是神族，没有了共生之术的负担，你终归还是要回归神界的。能解除共生自是最好，可是我……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解决气偶，破坏阵法，救出小秋。去看看爷爷那边怎么样了吧？掣肘，我果然还是妨碍到他了吧？这便是。
我参照古籍记载，哈战前辈也配合我演练了其中几种变法，最后找到了这个解除方法。太好了，我这就传输给晴妹。气偶的破解之法已经找到，请晴妹尽快通知真人。太好了。什么事太好了？小晴，你先别走，听我说几句好吗？就几句。嗯，你说吧。这几日你一直在躲我，是不是还没放下哥哥们的事？我知道你是白家人，但你哥是你哥，你是你啊。阿尤，我会想清楚的，我先去给师父送信。哎，小晴，你阿尤，再给我些时间吧。通知月姑娘，破阵。大人，神魔之井的防御已经妥当。嗯。可准备好了？无论何时，战魁都是大人的一把利斧，哪怕敌人是整个魔界，我等天魔众也不会退缩。那就再随我鏖战一场吧。师姐，师弟，师姐为何一人在此？大战在即，我睡不着，身体已经无碍了吗？你打坐之时，春姿剑一直护卫在你左右。嗯，现已无碍，春姿剑与我相伴而生，护卫我应是天性。师姐，江州望月影清疏，霁雪寻梅玉驻足，心似玲珑怀酒也，剑歌飒沓访云屋。这诗你是从哪里看来的？在后殿看到的，掌门说这诗是师姐的爹娘写的。嗯，这是我满月时爹娘为我题的诗，明术门只有月诗仅存，我出生后
爹娘希望我可以一展宏图，振兴门派，也希望我如傲雪寒梅，有俊秀风骨。师姐正是如此。啊，谢谢。是想起爹娘了，才在这里看星星吗？他还记得我当初说的话，所以才想到念诗给我听。他们是怎样的人？我记得爹和娘十分的恩爱，小时候的我还经常吃爹的醋，因为他总是霸占我最喜欢的娘亲。他们相敬相爱，形影不离，令人十分羡慕。相敬相爱，形影不离，如我和师姐一般吗？师弟，嗯，我从小没有师兄弟姐妹，没有玩伴，我常常想，若将来能遇到一个人，我与他能像爹娘那样相知相伴，该有多好。爹娘走后，我一心放在爷爷和巧玲身上，放在振兴门派上，于是这个愿望被我逐渐忘去，直到你出现。最初时只认为你是个木讷之人，但你即便是高高在上的神族，也从未对我们这些凡人有过轻视，而且你尊重我，保护我。渐渐的，你在我心里越来越重要，我会不自觉地追逐你的身影。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就很安心。我师姐在我心中同样是特别的存在。我下界时只是个对人世间一无所知的神族，责任、是非、亲情、友爱，你教会了我很多。而我现在心里的这份感情，是因为有你才会萌生。所以你同我有一样想法，我很开心。我喜欢你，想成为你希望遇到的那个人，可以吗？你知道我心里挣扎了多久才鼓起勇气说，结果你怎么这么容易就说出来了呀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没有。与共生之术无关，现在你若不在我身边，我会不安。等此间事了，我会请求神界允许我留在这里陪伴师姐。既如此，那你为什么要同我解除共生之术？敖旭对共生之术了如指掌，我怕他为了对付我而向师姐下手，我不想你因我涉险。我答应过你，不会离你所有，只要我还活着，这个承诺就有效。爷爷，师弟，青叔，时间紧迫，
多的话我就不说了。你们一定要成功，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咱们出发吧。真人，现状如何？情况比想象中要糟，神庭阵已经发动，神庭阵外侧有节节阻隔，我们无法进入。现在必须先设法将内庭中占据六处眼位的气偶破坏，否则神庭阵一旦成型，就无力回天了。白家领受神谕，几代人镇守边关，保境安民，功劳显赫，而如今朝廷无能，任凭凶兽肆虐，却束手无策，陷黎民于水火。天下有能者居之，何该白家为帝？君临天下，拯救万民，拯救万民，君临天下，拯救万民。
哎，别打！束手就擒！神木斩，来吧！看我的！你比之前在白府遇到的强了好多。是不是刚才子秋？他们也被子秋的能力增幅了自身。敖虚。来吧！好机会！哎，别躲啊！漂亮！为何还要回来？快走！神庭阵发动，六界会生灵涂炭。哥，不要再错下去。白家是天命所归。说。是。他们都已经中了迷花粉，我们赶紧去塔顶。小妹，叛徒们果然来了。赢以皮肤，竟敢违逆神奇！既然如此，就收下我为你们备好的大礼吧。来吧！可别小瞧了我！出去了，避开归元。剑化风中，看我的！
气疗术。结束。看招！好！哼！气疗术！去了。别小瞧了我。
交给我吧。千羽。看我的。我的子。好机会。来吧，看招！天罡剑云，神木斩，法术抽取了。结束，还没结束，哎，干！师姐，三魂化术，奇咒可定。其父乃行。
继续挣扎吧，神庭大阵已无法阻挡。此塔只是启动阵法之道具，先神庭大阵已启动，你们无论如何挣扎都是徒劳一场。即使无法阻止阵法，至少要阻止你的下一步，我还要把小秋救回来。哼，狂妄！小秋的意识真的还在吗？他简直强得过分啊！不要分神，打倒他才能阻止法阵。哎，剑云，光柱似乎正在修复，趁他无遮蔽之物，快破坏他！不过蝼蚁还想破坏本尊的计划，
交给我吧。束马就擒。公主似乎正在修复，趁她无遮蔽之物，快破坏她！不过蝼蚁，休想破坏本尊的计划！就擒。风卷残云，武林轮转。
光柱似乎正在修复，趁他无遮蔽之物，快破坏他。不过蝼蚁还想破坏本尊的计划，害人妖物不可姑息。神木斩，剑化风光，似乎正在修复，趁他无遮蔽之物，快破坏他。不过蝼蚁还想破坏本尊的计划。神木斩，去，砍剑，似乎正在修复，趁他无遮蔽之物，快破坏他。不过蝼蚁还想破坏本尊的计划。清风欲穷，去，
光柱似乎正在修复，趁他无遮蔽之物，快破坏他！不过蝼蚁还想破坏本尊的计划，就擒！结束。剑化。结束。似乎正在修复，趁他无遮蔽之物，快破坏他！不过蝼蚁还想破坏本尊的计划。来吧，结束。剑化。
别小瞧了我。光柱似乎正在修复，趁他无遮蔽之物，快破坏他！不过蝼蚁还想破坏本尊的计划。清风欲穷。来吧，来吧！光柱似乎正在修复，趁他无遮蔽之物，快破坏他！不过蝼蚁还想破坏本尊的计划。剑化神木斩，不可姑息。
光柱似乎正在修复，趁他无遮蔽之物，快破坏他！不过蝼蚁，快下破坏本尊的计划！剑化分光。正在给敖虚进行治疗，若不先打败他们，我前功尽弃。剑化分光。平台，本尊的力量可不止于此。敖虚，你知道我神界律法之下，但你现在又在做什么？哼，本尊轮不到汝这次品来判断。子秋有了一丝意识，快！
仅分生命灵力支撑我，更教我反制你的方法。不，卑贱叛神！住手！本尊的灵力。小秋，姐姐，你做到了，能帮到你就小秋，小秋，没事，只是太过劳累，沉睡过去了。剿灭魔族，天师门剿灭魔族就是人界第一大派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大业，为了大业。大哥，大哥，小强，小妹，你竟敢破坏白家的计划。大哥，我做的绝非是错事。神庭镇，敖虚神尊，你们竟敢破坏我们的计划，叛徒，叛徒，别想活着离开！神界，三皇誓约，永绝兵戎。若有挑起烽火者，三族共讨之。魔界、人界都没了灵气，定是神界做了什么手脚，要断我魔族生路。炎波之威还有转圜余地，已经有神族勇士去阻止祸首了。你不说，我差点忘了，你们曾是神族走狗，当然不顾我们魔族了。放肆！若非当年我众竭力庇护，你迦罗罗不早已覆亡。如今壮大后却背信弃义，信义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。别啰嗦了，滚！不要忘记你们的任务，守住洞口。大人，您的身体。执行命令。是。你要谋求生路，好，那我先告诉你什么是绝路。不过就这点兵力，魔界各部众马上就到，你们挡得了几时？给我上！大哥，大哥！大哥，小晴，你一切看开些。白都督他也不希望你太难过。
如此观之，这才是神庭阵法的真意。神庭阵为天地双阵，我们只是破坏了地阵，而天阵还在运转。天阵，天阵不破，极下营上便不会停止。我观此阵不似是在人界发动，很有可能是在神界。敖虚施法时会确保不被打扰，神界中能让他这样做的地方唯有春姿。他是春姿拳手，躲在那里神魔也动不了他，唯我可施春姿神力能与他一战。真人，在破除天阵阵眼前可还有方法抑制阵法？如果借地阵中的九泉之势构画一个与天阵相逆的螺旋，或许能拖延大阵的运转。只是眼下不仅缺少阵眼，我对九泉也所知不多，所以并无太大把握。况逆阵消耗巨大，恐怕依我一人无力维持。九泉的事我来帮忙，我是独掌拳手，又熟悉九泉之力，这帮手舍我其谁？桑霞氏确实是最适合的人选。师父，还有我。小晴，我来帮师父一起维持逆阵。有墨晴协助，我也安心不少。现在就只缺阵眼了。阵眼需承受九泉之力的逆向回流，若无大量灵力来疏导，阵法维持不了多久就会崩溃。让我来好吗？姐姐。小青，你醒了？姐姐，我刚才都听见了，这个阵眼还是让我来吧。敖虚利用我的能力发动阵法，我也可以用相同的力量帮助你们。可是你的身体……放心吧，姐姐，我体内还残存着一些魁宇大人的灵力，我有把握。由我主持逆阵，还有墨晴与桑霞氏从旁照看，子秋不会有危险。万事俱备，我们现在就去神庭塔顶布阵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昨天晚上我只是心里难受，不是故意不理你的，我还是想……小青，我都明白，我会等你处理好一切，等你来做我的新娘子。小秋，等下不要勉强自己。放心吧，姐姐。师姐，阻止敖虚是春姿剑手的职责，只能由我来了结此事。你留在人界，等我回来。之前我们用武灵之力削弱地阵，破天阵时应该也能用得上。再说敖虚诡计多端，他知道只有你能对付他，不会没有防备。你也需要一个助力。我不能仅凭这些猜测就将你置于险境。可是我也承诺过不会离你左右。好，既然师姐已有决意，我会尽全力守护你。时间无多，我们开始吧。是。晴妹，阿尤，我和师弟出发了。月姐姐，一切小心啊，我们等你们平安回来。起阵。
村子内的灵力流动与往常不同。师姐，往日并无这五柱灵光，看来敖虚就在那里。这光柱似乎是五灵之力，五灵力和灵兽的本源相同，难怪我一进入春姿就感觉体内灵力充盈了许多。春姿拳吸纳天地浊气，化为五灵滋养神术，定是敖虚为了启动天阵将五灵凝聚。但既然师姐能吸纳五灵，那御灵术应可破之。好，我全力以赴。